把它们放出来走动一下，跟它们互动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增加亲缘度。还怕不怕我啊？来，想要吃的是吧？来，吃饲料要不要？来，张嘴。张嘴。都害怕，躲到这个角落这里了。来，吃饲料。要不要？他们害怕人，给他东西吃他都不吃，怕我干嘛？我不吃鸟的。怎么这么怕人呢？天天都跟他们互动，还是这么怕人？他们会飞了，看，一下子跳上去了。哎呦，这只小家伙飞行能力差一点点。那只小家伙它想回鸟窝呢，看这么高，但是它飞不上去。这只小家伙竟然飞到窗口上了，我感觉它能自己回鸟窝啊。它的飞行能力很厉害了，来过来，到我手上来，到我手上来，啊，还是可以上手的嘛。看来只要是母鸟带大的，不管怎么跟它互动，它还是怕人。想要不怕人，除非是手痒。让母鸟带大都是怕人的。让它在我手上躺了一会，现在开始慢慢没那么怕我了。但是给它吃的，它还是不吃。它要小吴喂它，我喂它的话，它就是不吃。小吴把它们喂得很好啊，胖胖的。这脸好胖啊，都在我的手上玩吧，别到处跑了。没想到那小鸽子这么凶啊，领地意识特别强。这小八哥经过他的笼子，他就去攻击。鸽子的领地意识这么强吗？刚出窝就遭遇了社会的毒打，知道社会的险恶了吧，让你到处跑。这小吴要叼虫子过来喂他呢。你好，现在开始慢慢没那么怕我了。刚出来的时候看到我就躲，你怕我干嘛？看到你妈没有？都站在我身上呢。来摸一下，现在没那么怕我了，还是得多跟他们互动。跳啊，还不想回去是吧？都回去了，好，晚上给他。